寻回时代情怀。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倾力打造的融媒体互动戏曲节目《卷儿来了》，我是主持人斗艺，欢迎大家和网络上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在过去一年里啊，我们每周呢都会和您相约，和您分享梨园名角儿的戏曲历程，分享他们在新时代的艺术追求。几十期的节目，有数百位名角儿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亮相，全面展现了当代戏曲界在文艺政策的春风下所焕发出的蓬勃生机。那我们角儿来的栏目呢，以融媒体为特色呢，在过去的一年里啊，也始终得到了广大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的参与，在这里呢一并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反馈和支持。为了更好的回馈大家对角儿来了栏目的支持呢，我们也通过网络上面的统计呢，搜集了很多网友朋友们感兴趣或者想听到的一些话题和想听到的一些精彩的唱段。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一为您呈现。好，首先我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一出戏呢，可以说是一出跟花有关的戏，花开人间，花开世界，最美好的祝福祝愿送给您，我们一起来欣赏天女散花。
九儿来了呀是一档融媒体的互动戏曲节目，那在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录制期间呢，都会提前的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发布，哪位九儿会在哪个时间段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在网络上通过新媒体的直播实时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互动。那此时此刻呢，我相信大家最想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二现场那边的情况了。那今天呢，同样我们看看第二现场会请到哪位点戏嘉宾。你好，甜甜。董老师好。哎，宋老师好。董老师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粤派小生宋小川老师共同来直播间为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线的点戏。有很多网友朋友们都留言说呀，自己是大学生，通过我们角儿来了新媒体的直播认识了这么多名家，了解了这么多名段，可以说在戏曲这个艺术领域里是有点入门了。所以今天特别想点一出适合大学生入门来这个聆听来收看的这样的戏。有没有特别适合大学生的呢？我给大家推荐一出戏吧，就是大学生非常熟悉的一出戏，这是一个神话戏，在我们京剧当中呢叫做《柳荫记》。其实大家就都知道，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由我和窦小璇合作演唱的。刚想说呢，很多网友朋友都说让宋小川老师也唱一个吧。看来宋小川老师今天是要首先推荐自己的代表作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小川和窦小璇为我们带来《柳荫记》。Woo!
们九儿来了栏目啊，在每一期的录制期间呢，会在新媒体端进行实时的直播。那每一次呢，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听什么样唱段呢，也会大胆的告诉我们。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虚拟观众席那边的留言情况。来自河南小皇后豫剧团的祝福和点戏啊，看来他们是推荐他们的团长，那就是豫剧名家王红丽。那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王红丽带来的《苔花轿》。
我们九儿来了栏目啊，不仅在录制的时候会通过网络的直播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和您喜爱的九儿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和接触。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也是伴随性的，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首播的时候拿出您的手机进行微信摇一摇，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可以留言，可以回答问题，还可以听到您喜爱的九儿演唱的精彩的唱段。当然了，还有一份精美的礼品在等着您。那在这里呢，我们期待着您的多多参与。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上的留言。国产小仙女说啊，陪你一年再一年，卷儿来了，我是一位默默看节目的观众。那今天啊，是我第一次网上留言，希望节目能陪我们一直走下去，谢谢，谢谢您的关注。黎明前的黑暗说啊，能提前剧透明年都邀请哪些艺术家吗？超期待明年。我先透露一下，一定是有您喜爱的那位角儿，想听谁具体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珍惜说呀，我是一位昆曲戏迷，超级喜欢美丽的魏春荣姐姐，想点唱一段她的牡丹亭，祝角儿来了栏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谢谢您的祝福。那要说到这个魏春荣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昆曲名家了，那今天呢，她会不会到现场来给你演唱您喜爱的这段唱呢？来，马上揭晓。
九儿来了栏目啊，可以说每期呢都会邀请到德高望重或者说是最具影响力、话题性、艺术感召力的老艺术家，同时呢还会邀请到很多的中青年的领军人物。他们在戏曲的舞台上呢，不仅在打拼着各自的天地，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他们幕后的付出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今天现场呢可以说是各路名角荟萃啊。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不少的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名家们，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呢不能来到现场，但是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融媒体呢进行实时互动，送上他们的新年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进行一个实时连线，看看接下来的这位名家是哪一位呢。来，马上连线。大家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董毅你好。你好啊，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粤剧名家啊，徐派小生，同时也是上海粤剧院的副院长钱惠丽老师，欢迎您，新年快乐。谢谢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哎，新的一年钱院也跟我们透露透露，有什么新的计划呀？新的一年呢，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上，然后自己呢还有一些演出的任务。钱院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们知道在去年您来到我们角儿来了的时候啊，带来了很多自己的看家戏，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红楼梦》的60年的回忆啊。那今年呢，也期待着您能够再次在舞台上为我们呈现一个又一个的经典的形象，好不好？好，我争取努力。好，那今天啊，我们也请钱院长也给我们点一出戏，好不好？好。我呢虽然因为工作关系呢不能来到现场，可是呢我们的学生王婉娜和李旭丹两位他们在现场，我想呢在这个欢快的欢庆的日子里呢点一个爱歌。爱歌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谢谢钱院长的连线，谢谢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那接下来共同欣赏王婉娜和李旭丹带给我们的爱歌。Yeah.
愿把你子敬孝，但愿把你人不老，我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照，莫使明月下山腰，从此节目录制之前啊，我们在网络上呢进行了一个点个戏吧小程序的发布，有不少的网友朋友积极响应。那截止到目前，究竟有多少的点击率呢？有多少的参与度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新媒体端那边的统计情况。来，有请。你好，甜甜。德一姐好。好。我跟宋小川老师啊，一直在这儿统计着我们实时的这个点戏的情况，发现大家参与的特别踊跃，有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特别喜欢跟家里的老人小孩一起守候着我们的直播来先睹为快，就特别想点一出这种适合老人小孩啊全家一起看的这种热闹脍炙人口的这种戏，老少皆宜啊。宋老师，我可提个要求，您不能再点您的戏了啊，你得推荐一出别人唱的戏。谈恋爱的戏呢，适合年轻的大学生看，但是我们这个全家满堂欢乐的这样戏，您得给我们点一出。点一出啊，哎，有出戏，这出戏家喻户晓，不管是老中青都会，特别是在京剧进校园当中呢，这段唱很多孩子们都会唱，那就是《定军山》。哎，有请王平老师为我们演绎《定军山》。哟，看来这出戏是你们二位通过网络上的统计点击出来的是吗？是的，很多年轻的人啊，就说这个王平老师实在是太帅了。王平老师的帅呢，是全家老少都欣赏的那种国民帅气范。对，定军山这个黄忠的形象，在大家心目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这出戏叫做一战成功啊，美好的寓意在里面。那今天呢，我们就推荐老生名家王平为我们带来定军山。好，我们马上一起欣赏。战三朝，儿童们鼓进战袍，三童鼓到赤桥，四童们鼓把兵叫，上前过我的忧伤，退后那不能吃一刀，三军也归营好。我们网络上点个戏吧小程序里面啊，排行靠前的都有哪些剧目呢？来啊，在河北梆子的排行当中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大灯殿呢。那要说到大灯殿这出戏，今天会有哪位河北梆子名家为您送上呢？来，我们马上揭晓。万岁有旨，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呐。
栏目啊，是一档融媒体的互动戏曲节目，有几种方式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您可以关注央视网，关注央视戏曲的官方微信微博，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角儿来了栏目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这里呢期待着您的参与。那接下来会有哪些留言等待着大家呢？来，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新媒体端的情况。啊，林松说呀，365天我们相见近50次，每期都准时看。戏曲是精粹，是国宝，要传承，要发扬啊！谢谢您的关注。宝静说，去年啊就开始看《角儿来了》，算是铁粉了，一周能多几次吗？特别喜欢啊！谢谢您的支持啊！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周呢会有首播，同时还有2次重播，每周见面3次。片尾曲说啊，我是在北京打工的广东人，特别喜欢家乡戏粤剧，尤其是广东粤剧名家曾小敏的《白蛇传情》。哎，要说到这出戏呢，我们都知道它被拍摄成为了 4K 的戏曲艺术片啊，而且呢就在今年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应这位网友的要求，共同欣赏。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如此，相公你呢？不若不若三人共一伞，如何？这个走。公子，你何名何姓啊？小生名叫许仙。可曾娶亲呢？未曾娶亲噶。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姐姓白，名素贞，也未曾娶亲噶，系未曾婚配。
九儿奶奶栏目啊，在过去的一年里啊，始终得到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那大家呢，每一期呢都会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和我们一起互动，为我们留言。那在新的一年里，您又想看到哪些角儿来到我们的栏目现场和您一起畅所欲言呢？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早的邀请到这些名角儿和您聊聊关于他们那些梨园故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留言。满满妈说呀，几十年的京剧票友，希望能有更多的京剧名家做客九儿来了栏目，谢谢。有何不可说，老艺术家们各有各的表演特色，点赞啊，谢谢您的留言。奋斗吧说，想听花派名家曾老师的戏，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满足这个愿望呢？说到这个花派名家曾老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曾昭娟，评剧名家。那如果说要选曾昭娟的一出戏的话，那我觉得有一出反映景颇族少女的戏，那就是黛诺了，也可以说是曾昭娟老师的一个代表作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欣赏。
身，身遭大难风雪急，苦海茫茫向红星，红星照亮了我的眼，红星照亮了我的心，狂风要吹断高山草，找红星，我又找何人？我的情啊，我找何星？找何人？的时光啊，总是过得很快。那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为您推荐一出戏。这出戏呢，可以说是美轮美奂。我们要请出的是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了，昆曲演员邵天帅和邵征共同为我们带来昆曲《长生殿》。啊，妃子正红你情有相依。那些梨园旧曲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哦，在沉香亭上牡丹照，翰林学士李白操清平词三章，命李龟年独成新谱，其次身家，不知妃子可还记得？且还记得？为朕恭之礼。
本节目礼品由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各路名家齐荟萃，辞旧迎新展笑颜。再次感谢网友朋友们为我们的留言，给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为您点戏。也感谢所有参与过《角儿来了》栏目的名家们，在这里也祝您新年快乐！你来了，我来了，角儿来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这是一场高朋满座的欢乐聚会，这是一场名家荟萃的戏曲盛宴，多样融媒互动，经典唱段演绎，辞旧迎新送祝福，还原名家本真，寻回时代情怀。角儿来了新年特辑，下期精彩继续。